家好，我是庄德福，这次要来分享的是吃得到萝卜的萝卜糕，要如何蒸出软绵 Q 弹、香甜扑鼻的菜头粿。现在告诉你，影片烹煮过程里有不明了的地方，请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尽快回复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记得开启小铃铛。准备的食材有：白萝卜1200克，再来米粉400克，太白粉40克。白萝卜的皮很厚，有一丝一丝的纤维，那这吃到口感很不好，所以要用削皮器多削几层才削得掉哦。备一个刨丝器菜头摕较粗嘞吼，安尼串串丝较长哦，才嚼菜头丝哦。剩小块的我们就用刀切就好了。调粉浆，再来米粉400克下来，太白粉40克下来，白胡椒粉1小匙，盐1匙，糖1匙，拌一下以后，水500cc 下来，搅拌均匀。备一个电锅的内锅，沙拉油1匙下来，好，抹均匀。抹油的目的，蒸熟放凉以后比较好脱模。好，这旁边也都要抹均匀哦。开火，沙拉油3大匙下来，油烧热的萝卜丝下来，好，慢慢拌炒，炒到萝卜丝软了，它的量就变少了。好，现在都维持着大火，爱先把菜头洗煮哦，嫩，等下含粉浆落去吹。安尼才吹头哦。好，菜头丝已经软了，这个时候水400cc 下来，盖上盖子，煮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掀开盖子，转小火。再把粉浆倒进来，开始搅拌。
要搅拌到均匀哦。现在都还是维持着小火、哦。搅拌均匀，拌到萝卜丝都有被粉浆包住哦。拌匀了以后，熄火。装入刚刚抹油的内锅，好，稍微压一下哈，让里面的空气跑出来。好，表面再把它抹平。表面抹平了以后，准备下蒸。备个电锅，放蒸架，外锅加入三杯水，一杯。第二杯，第三杯，内锅下来，盖上电锅盖，启动，用电锅吹炒肉粿，方便又轻松。跳起来后，焖十分钟，再取出放凉。这个放凉冰冷藏已经一个晚上了哦。哦，你看这么 Q 弹，很有弹性。好，现在切萝卜糕，建议刀要抹油才好切，才不会粘刀。哦，你看这么漂亮，看得到萝卜丝，看得到萝卜丝，很漂亮。切到高就是来吃起来才有口感哦。开火，沙拉油1.5大匙下来，萝卜糕下来，好，萝卜糕刚下锅，不要去动它。现在温度上来以后，转中火，煎一分钟。菜头粿煮落鼎，唔好甲动，爱等伊蒸起来时阵才唔变变哦。菜头粿爱用慢火豆豆蒸，安尼才会吃香哦。好，现在可以翻面了。
再煎一分半钟。时间到了，起火，盛盘。这样就完成了超美味的萝卜糕。美味诀窍重点说明：白萝卜刨长吃才有口感，放凉冷藏更 Q 弹，两面煎至焦香才会外酥内软超美味。软绵 Q 弹，香甜扑鼻，试试这样煮你会喜欢。我们下期再见。